好，同学，我们来看这个范例式，设西塔是锐角 ，sin 西塔等于四分之三，求 cos 跟 tang。它这个详解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，有时候不是很适应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习惯上会把我们要对的角度哦写在左下角，所以这样子哦，西塔。我会故意把它写左下角 ，sin 西塔是四分之三，那不就是斜分之对吗？所以四分之三写在这里，好写在。那你小心哦，这不是五哦，好，三四五五是在斜边，可是现在斜边已经是四喽，所以你要毕氏定理写求一下，这个四的平方十六减三的平方九，十六减九就是谁七，所以开根号，这个邻边是根号七哦，好，特别注意它骗你的。OK， 好，所以我要求的是 cosine 西塔跟 tangent 西塔的值。好 ，cosine 西塔在这里，好，这个四分之根号七，对，答四分之根号七。至于 tangent 西塔是根号七分之三，你们根号七分之三，所以在这里哦，好，我们的最后答案在这里，我把它框出来，所以最后是 cosine 西塔四分之根号七，好 ，tangent 西塔。根号七分之三，根号七分之三，你经过有理化，上下同乘根号七，答七分之三根号七，那范例式就结束喽。